大家好，我是奶油。今天的台湾 is moving 有一个特别的话题是鬼月。鬼月是，当然是每个美国人都知道鬼月是，没有，没有，我们完全不知道鬼月是什么。搬到台湾之前都不知道鬼月是什么，所以我们有特别邀请一个台湾女生，我女朋友 Jane。大家好，我是 Jane， 来跟我们分享一些，然后让外国人学鬼月到底是什么东西，然后让台湾人知道外国人怎么看鬼月。嗯哼嗯，那你是交流一下，分享一下，你是台湾人，但是你是在国外长大的是吗？对，我在日本跟菲律宾长大的，所以那日本还是稍微了解了。日本应该有，有，其实也是有，差不多同一个时间，他们是盂兰盆节，然后可以放假。哦，放假，这个我懂，这个我很喜欢。对，那菲律宾有吗？菲律宾啊，这就我不懂了。你不是说菲律宾很多东西很鬼吗？对，觉得所以每个月都很鬼啊，每月是个鬼月，随时都很可怕。对啊，对，我刚刚要搬到台湾的时候，我有做很多学习，就是要更深的了解台湾，有上网看很多资料，然后我知道鬼月是有一些很，只有一些东西你不要做。我记得是一个有不应该游泳吗？还是对，不能去海边游泳，非常危险，会被鬼抓。被鬼抓？他们想要找替死鬼，水鬼，对，水鬼。水鬼。所以不要带小孩小朋友去，自己也不要去。所以你会发现到鬼月的时候呢，从第一天开始，哇，这真的海边就人就变少了。我们不是上个礼拜有去，然后人很少。对，我还吓一跳，今天怎么人那么少啊？鬼月。那个海鬼是跟就是路上会遇到的鬼一样的样子吗？还是是有什么像章鱼一样那种吗？这样幸好我还没遇过，所以我知道长得一不一样。还有那个好像有其他的，不要吹口哨，不要吹口哨，因为是怕会引起鬼的注意，然后会就是尽量做凡事呢都低调一点。所以它跟那个 Jurassic Park 的恐龙一样，就是它的视力很差，所以它要听东西才能追。反正对，好了，一样概念。哦，对，那就好，这个我了解。要引起注意。其他的我钱如果在地上不能捡，尤其是红包吧。红包怎么会出现在路上？对，所以如果是在鬼月特别诡异，有可能是要把坏运气呢转嫁给你，所以你如果捡了，厄运就会跑到你身上，所以这些是比较平常的，我们常听到的啦。Yeah. 然后呢，我就听到一些比较特别的、特殊的，我想说你应该不知道，所以但是呢，我会掺杂一些是别的国家的，然后看你能不能分辨得出来。第一个比较 interesting 的是不能拔腿毛，据说呢，一根腿毛管三个好兄弟。你知道好兄弟是什么意思吧？不知道，你这个外国人。好兄弟。鬼月的时候，我们避免讲鬼这个字，最好不要提到鬼。这个是台湾的。对了，我猜是台湾的。我是说，等一下，我还没讲完。所以呢，不要讲鬼这个字呢，我们就以好兄弟来代替。哦，了解了吗？不说鬼，对，说好兄弟。好兄弟就是 refer 在，对， refer to 鬼。所以不能拔腿毛，尤其是腿哦。所以你胸毛没关系，胸毛 OK 吗？OK OK， 但是你腿毛好像也蛮多的，所以感觉你管了全世界的鬼，这么多的毛。所以呢，你猜这个是？我猜是台湾的。台湾的，对，你相信吗？我相信，这真的，我相信。OK OK， 答对了，对，这是真的，不能送住院的人盆栽。台湾人很注重，不要送什么东西，我猜是台湾的。错，马上就错。这个其实呢是日本的习俗，因为那个日语的声音发音的关系，那个盆栽的日语发音呢会意思就是说变成他会久住病院，没办法出院。下一题，晚餐呢不能吃米饭，可以吃面食，因为米饭呢是留给好兄弟的，你可以吃面，最好不要吃米饭，不要跟好兄弟抢。你觉得 这好像是台湾的？我猜是因为我好像做研究的时候，我有看到一张照片，是那个他们看歌仔戏， 然后前面那一排是没有人坐，然后我猜应该是台湾也想把饭留给他们，是台湾的吗？
台湾的，对，解释那么久了还是对的。OK， 好，下一个，夜不熄灯，家里要有亮灯，以免好兄弟呢会躲在暗处，屋内的暗处，然后会带给家人们不平安，会吓到，容易吓到，然后看到鬼啊什么的。对，最好呢是开一盏灯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不是台湾，因为我没有见过在晚上，这是鬼月的时候，没有见过什么人不开灯还是没有油灯，是台湾吗？其实我觉得这应该全世界吧，谁不开灯啊？晚上睡觉不是很害怕？你去饭店也会开个小夜灯吧？好可怕！哎，台湾人很怕黑吗？普通应该会吧，会看个夜灯。你小时候有怕鬼？我会啊，我会啊，不是怕鬼，怕半岛也是怕。我承认， okay. 我大概到20岁还怕黑啊哈啊， uh-huh. 真的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啊，就是在台湾很多家庭都会开个灯，但是它是那种祭拜的那个桌上的有一个灯是红色的，所以大家都会开红色的灯。我觉得红灯，然后望出去那个别人的家里，如果从外面看啊，别人那个窗户里面家里都是整个都是泛红的，好可怕的，反而更可怕。台湾不是红灯是有另外一个意思吗？红灯区吗？红灯区不知道吗？撞墙。像荷兰那个红灯区就是有妓女的地方。哎、欸，我没有，哎、欸，其实我去过，我没有去过，我没有去过荷兰的红灯区，我去过荷兰。OK， 我小时候我有参加那个模拟联合国。哦，真的、啊，模范生啊，扯开话题啊、，OK， 很厉害、啊。下一个，不能用筷子传菜给同桌的人。你觉得那是筷子，应该是亚洲，不是非洲，因为非洲这个我很聪明，非洲不用筷子，所以我非洲不是，俄罗斯也不是，好，他们好像不用筷子。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觉得，我觉得是日本啊，对了吗？对，你怎么知道 ？I don't know。对，在日本的话，鬼月的时候呢是不能用筷子传菜给别人的。下一个。鬼月的时候呢，不可以乱泼水，不可以乱大小便，然后在街上吐口水，因为好兄弟们呢无所不在，所以你如果乱泼水、大小便、吐口水的话，万一呢喷到他们，非常非常的冒犯。所以你要做这些事的时候呢，你要说啊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，我要吐口水，或是我要干嘛的，先打个招呼。要直接跟他们讲。对，你可以跟鬼对话，你要先跟他道歉一下，不好意思哦，借过一下，让我做哪些哪些事情这样子。觉得呢？有点听起来是印度的东西哦，猜错，是台湾吗？台湾，对，所以是要吐痰，是要先问他可不可以？是，他会给你答案吗？还是没有答案是表示可以吗？也不是问啦，就是先打声招呼，就是先告知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男朋友要吐吐痰，这样子吗？告知完才能突然完蛋了。下一个，椅子呢不能放在外面。夜晚的时候呢，在外面你坐乘凉了之后呢，要将所有的椅子呢，收在屋内，要收回来，而且呢，要将那个椅子呢，四肢都朝上天空，就是倒过来放。我才是台湾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一直看手机。我全部都写在手机啊。是台湾的吗？对，是台湾的。为什么写在手机会是台湾？对，因为呢，你猜好。因为鬼没有地方坐。对，你不要，你不要，好像对对对，不要太让他们就是太邀请他们，他会找另外一个地方坐。对，没错没错。如果你家没有，他就继续走。他就继续走，然后就走开了，不要坐在你家。那应该是公园，晚上公园应该很危险的地方，因为应该有很多鬼在那边歇吧。哎呦，那晚上是尽量不要去公园啊，更不要坐在椅子上是吗？没错。好，这个的话很有趣，在鬼月当中呢，如果家人之中有人过世了，okay, 那你门前呢就要放一块肉，而且要猪肉，你觉得呢？这不会是台湾人，台湾人不会要浪费猪肉，是台湾的吗？台湾的，为什么呢？浪费？你猜得到吗？为什么？怎么浪费？你可以吃哦。那我知道。OK， 哎，台湾的那个就是鬼月的鬼是那个就是佛教的那个
叫什么恶鬼 Hungry Ghost 是一样的吗？恶鬼是一样的吗？好像是嘛，不太确定。那如果他们很饿的话呢，他想到你家吃你的家人，但是他敲门的时候就发现一块肉，对，哦，那吃就满足了，然后走回。OK， 有一点接近耶，我在猜啦。OK， 就是应该是如果有块肉的话，那你好像是一个 offer 要贡献给鬼恶鬼，然后他就会吃了，避免他呢抓你的家人的灵魂去当奴隶，是这样子。OK， 最后一个了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看到动物的尸体，要吐口水，然后赶快离开，这样可以避邪。吐口水？吐？在台湾？是台湾的？是吗？答对了，对啊、是台湾。而且对女孩子不好看嘛，走在路上，然后漂漂亮亮的，穿得漂亮，我觉得台湾女生宁愿死掉，也不愿意在别人面前吐痰。所以呢，以上。就是今天的考你的一些题目，你做得很好，才错了几题而已。好的，那我们刚刚谈了这么多，那你觉得呢？你觉得一个身为外国人，你对台湾的这个鬼月呢，或者是一些习俗，你见到的一些习俗有什么样的看法？因为我这个人没有很迷信，我不信鬼，我觉得台湾的鬼月好玩，但是如果会影响到我自己的生活，比如说那个就是。果公司楼下每天就在烧什么东西，很烧纸钱吗？很臭很臭，然后我的肺也很敏感的，我每天都要盖鼻子盖口，这个我觉得会不好玩的。好玩的就好像那个美国，就是每个节日都会有一些商业化，像那个当然是圣诞节当然有到处都有圣诞节的东西，然后万圣节啊，也有很多南瓜的东西。然后我发现那个台湾也有把一些那个台啤，我有发现它有一个比较商业化，它有把鬼月商业化，有做一个小鬼放在他们那个饮料罐上，我觉得蛮可爱的耶，不是吗？按照鬼的标准，它算蛮可爱的。你们的眼中的台湾鬼？这是在那个海边还是在路上会遇到的鬼都是这样子吗？很可爱，像 Pokemon 一样吗？也不是，好像都有。太可爱了吧？哎，也是。我觉得蛮有气氛的啊。我觉得很好玩。很好玩了。很好玩，然后有很多东西可以学。不同的文化，不同就是给予尊重。对对对对对。对。那就今天又谈到这里了，然后谢谢你教我这么多。对鬼月的东西，谢谢你邀请我来你的影片，你的 channel。不好意思，我男朋友要吐痰，这样子吗？